当当当当！各位同学们，你们期待的 vlog 又回来了。为什么要录 vlog 啊？当然是记录一下这次戛纳之行啊！实在是啊，这一次要折腾应该25-26个小时吧。嗯，没关系啊，但是我会把这一路的这个所见所闻所想所吃都记录下来啊，跟大家分享啊。当然坐飞机也不会无聊，为什么？对于我来说啊，这次我会看到全世界最大的客机 A380、哎、第一次坐，很期待、哎、也记录下来给大家看一下、哎、好的，跟我走吧。看到了吗？ A380 左手是今天要坐的 A380。 到了到了，我的小座位到了。我现在到戛纳啦、哎、今天比较稍微轻松一点，明天后天都很慢，排得很慢、今天就逛逛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的带回家去，什么纪念品之类的，在这里附近逛一逛。这个戛纳这边的小街道还是挺舒服的，感觉很有生活气息。今天天气是很热，阴天，很舒服。给大家看看啊，边逛边看。看不懂啊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菜单翻译软件也翻译不出来，手语表达。距离我们点餐到现在啊，已经过了有40多分钟了吧，一个菜也没上啊，桌子还是这么空。5分钟后终于上菜了，上了一道法式小法棍儿，很硬啊，很硬，真是个硬菜，我还是等等吧。上了一个法式的微笑帕斯塔啊，给大家看看今天点的，还有几道菜没上，但是呢我也不录了，休息休息，准备明天的红毯，干杯。大家看看啊，我们的午餐，然后我准备吃这个三明治，然后呢我这个同事非常魔性啊，还带了一包辣椒面，太牛了，我撒到上面吃，来一口。嗯，我觉得挺好吃的，好吃啊，非常开心。哦，是我听说了，谢谢你对我的支持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，很好看。谢谢你对我的支持。这个上面有很多这个中式的元素，我都很喜欢，上面有菊花，然后还有流苏，这个扣子也很中式，我很喜欢，很好看。下次见啊，拜拜拜拜。我在酒会上碰见熟人了，太美了，全世界一套太美了，太好看了。待我们在红毯上得合个影。那必须的呀，必须走。我等你啊。好。好像是我先走。好的，小江总，红毯见。再见。啊，终于结束一天的工作，然后呢，我准备去吃一顿
法餐，我不知道他们选了，说是口味好，是什么？然后明天早上是8:30化妆，7点、8点就要起床，准备一下。那我明天见，明天有很好玩的一个工作，所以有请放。不是明天见，待会儿去吃东西就录给你们看啊，给大家录一下。到了，生意好好。欢迎来到我的游艇，才怪。看到了不？好大呀，我的天哪，太漂亮了，这个房间也太大了。休息室啊，就是待会儿休息。除了在我们比如说在拍戏的时候，你还在你的场景特别喜欢，比如说坐飞机过来的时候，好，飞机上不玩好了，戛纳之行结束了，记得下期的 vlog 吧。